้วเถอะดอกบัวศูนย์หนึ่งจากดอกบัวศูนย์สามสามมอสองเปลี่ยนครับนายกตอนนี้พ่อท่านจะเลยฝางออกมาแล้วครับบ่อน้ำร้อนอะไรยังไงมาแล้วก็ครับครับเขาก็ใครได้นักเรียนมาร่วมด้วยอยู่นะมันไม่ได้ snapshot เออมาทางไม่อายบอกพี่เออเราพี่เพื่อนคนที่มาได้ชื่ออะไรไม่รู้ใช่อะคนน้ำหมู่บ้าน那个刚谁讲的？
好了。
他们要保护的，他们要保护的。好，队长，来来来，先走，走，全员集体，大家走，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我们贵宾来参加这个影节客游，非常的谢谢，非常的谢谢，你这么热闹，非常的谢谢，感谢感谢，感动感动。这把干完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好吧？那枪不干了哈。要来倒了，再枪要来倒了，妈，马上他就来。不是啊，那个。姐。关系啊，是星期啊。Thank you.
持。啊，这个就是我们一中学的老师。ไม่ได้กินข้าวตื่นไม่ได้กินข้าวเลยน่าสงสารThank you.
Thank you.
我这边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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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
后转，向后转，向后转 ，OK。好，我们今天非常欢迎我们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先生三军的侯宇，千锤聪明以及国中国战的代表来到这边，我们非常的热烈欢迎。黄靖崔师的李文焕先生，他的大公子李朝树先生，各位亲爱的太对了，各位侨胞，各位侨界的女士先生，今天我们抱着非常崇敬崔师的心情来到此地，我非常感谢好几位啊一起来的朋友，包括世界日报社长，也是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中央评议员王根华先生。特别谢谢远从台北来的我们纪太来将军，他也是推动这桩事情的非常重要的。还有我们中华民国在泰国的重要的侨领，也是国光三队非常重要的共和组，对侨界非常热心，还是我们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员。余承清余主席，那是华侨协会的主席啊，不是啊，这边也是。我很感谢啊，在清迈云南会馆曾经连任三任会长，现在是监事长。我听说啊，在下个月的18号，他就会在大家仰戴之下再继续担任会长的。是在10月10号国庆日出生的啊，我们非常尊敬的蒋庆国先生，他是监事长，就是下个月即将在担任我们主席了啊，就云南会馆，他会被推选啊。然后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在此，我知道。在国家，就是在当时1949年的年代，国共内战，就是动员戡乱时期的后半段，我们国军遭逢到云南当时的省主席卢汉的叛变，但是我们忠勇的国军依然坚定地支持我们国家的元首。就蒋介石总统，所以当时有我们反共救国军继续的英勇的奋战。那到了泰国跟缅甸的北端，当然生活非常艰苦，但是意志依然非常坚定。那在民国63年，就是1974年，我们那一年。看到史料的记载，那一年的泰共就造成泰国内部，中国国民党在未来民主政治的选举当中，明年就要地方所有的选举在明年要举行，一定在总统执政之后，一定会努力让中华民族的儿孙，不论在地球上哪一个地方，我们都能保有。永远不变的真情，
跟珍惜，大家同样为居住的国家努力奋斗，营造好的家庭幸福，然后有中华文化的传承，这是我们中国国民党无可旁贷的责任。所以今天我带着感恩跟建议啊，还有拜托，我们每一位都要好好保重身体，让人人健康。我是热血党新生自治会会长罗世达，我在这里请我们的民众再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吴主席跟各位陪同来的掌声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因为为什么我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称之我们第三军的军民老百姓都是有人生，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尤其是我们热血党新村这块土地是我们李军长花钱向泰国政府买来的土地，分发给我们的军民的大家的居住，这里希望大家永远要记得那么等一下子我们会有我们大家集中起来，集中起来，招一招火枪，招一招大火是吧？集中起来，集中起来，成一个弧形，成一个弧形，成一个弧形。这边下来一点，这边下来一点。中间这边先。茄子，茄子。好，谢谢。嗯、好，收待一下哦，这边。谢谢。OK， 谢谢。我们第一位，下一次妈妈来消暑一下。卫生水，卫生水。我们希望我们国民党，祝福我们国民党大票当选，铁婚男女举国权，让我们走出去，三公子，让我们国民党万岁，国民党万岁，万岁，万岁，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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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加油，总统好，总统好。总统加油！加油！加油！车子在里面，车子在里面，车子在里面。好，所以加油，加油！啊，你不理对吧？有个得去了。